林志颖现身挺大哥肠粉摊，翻摄自林志颖脸书，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不老男神林志颖45岁的亲哥哥林志杰在台北市四平街摆摊卖肠粉，曝光后人潮汹涌而来，生意好到爆炸。稍早前林志颖也与三弟林志兴一同到哥哥摊贩捧场支持，三兄弟难得合体。林志颖右与三弟左林志兴现身挺大哥肠粉摊，翻摄自林志颖脸书。林志颖受访时表示，自己的三个儿子也爱吃大伯的手艺，由于他的现身，现场人潮更加聚集，纷纷找偶像拍照，让他顿时成为人形立牌。林志颖也在脸书打卡，并且 PO 出三兄弟合照，表示平凡不意味着不成功，就像肠粉一种近在咫尺的快乐，我为大哥感到自豪，平淡才是真。最后打上位在四平街摆摊卖肠粉再住址，不忘替大哥宣传招客。林志颖现身挺大哥肠粉摊，翻摄自林志颖脸书。林志颖现身挺大哥肠粉摊，翻摄自林志颖脸书。